天父，今日我哋再一次嚟到呢圣殿，我哋要进入呢个至圣所。我哋喺我哋心里知道，喺呢个世界嘅咩角落，当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嘅时候，就系最安全嘅地方，就系最舒服嘅地方。我哋可以同你对话，我哋唔使隔离，喺你嘅面前，我哋可以好近距离嘅同你祈祷，触摸你，你都可以触摸我哋嘅心，我哋可以牵住嘅手，唔使怕任何嘅嘢。因为在你里面是不会害怕，是充满平安。我们很多谢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很近地叫一声阿爸父，多谢你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家庭，看顾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哋弟兄姊妹，我哋个个都可以冇惧怕咁行到你面前。今日我哋要喺你面前，都你赞美你，你歌颂你，我哋要天天都歌颂你，你赞美你。等呢个世界嘅人都睇到，你系爱我哋嘅神，你系看顾我哋嘅神。你是给我们平安的神，我们是没有害怕的。我们很多谢今天可以这样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地交给你手中，带领我们来赞美，用心尽性来赞美你。我们因为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主歌唱好吗？哈利路亚！为主歌唱，为主歌唱，颂赞声响四方，高举主爱，高举主爱。唱歌向你颂扬，同来共。
我的神，我的王，我们要天天都来赞美你。
所有的我，所有的我，也不通讲错，主耶稣的伟大，叫我安怎靠近你？无听我的上帝，无感谢你。感谢你，哦，听我的上帝，你的爱是感动我的心，你的恩典我不敢忘记，所有的歌。所有的话也不能讲煞，主耶稣的伟大，叫我安怎感谢你？主耶稣的伟大，叫我安怎感谢你？哦，听我的上帝，叫我安怎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安怎感谢你？哦，听我的唱，听我，哦，听我的唱，哦，听我。
Thank you.
弟姐妹大家平安，真正欢喜咱会当搁再一摆来敬拜咱的主，而且这个时阵咱要来听上帝的话语。我唔知影你最近好无？愿上帝的平安要临到你。我知影咱即马是活伫一个真无简单的时阵啊，但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恁每一个人啊，所以咱每一个老人家，咱兄弟姐妹，大家有耐心伫个厝，唔通出门啊。但是伫这个时阵，咱买单过过啊，最最来祈祷，因为知影啊，咱的国家需要咱的祈祷。真侪人需要咱的祈祷，感谢主，予咱有平安，予咱有健康的身体。啊，但是咱嘛爱提起咱的官兵，继续为世界国家来祈祷，而且要求上帝来帮助咱啊，医治遐个病人，而且呢，予这个病毒袂阁继续来传染阁较侪人。所以我相信，这几天大家拢是听到啊，过去这两个月，咱听到真多无好的消息啊。每一天，咱都咧关心讲啊，今仔阁偌侪人去互感染着啊，今仔阁安怎安怎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时阵是咱真需要来祈祷的时阵。但是当咱咧看这个病情的时阵吼，咱嘛了解了一个情形，就是咱的社会啊有。一挂代志，予咱看到是无真好诶代志。譬如讲，政府规定讲，咱出门爱戴口罩，啊，可能有诶人都无戴口罩，啊，有诶人啊，政府讲啊，唔通去高逼店遐买物件，买了都爱登去厝内。但是呢，有诶人都是要伫遐食，要伫遐食，啊，去互掠着，而且呢，佫无愿意顺服。所以咱看到咱的国家有真多的需要，咱真正需要来祈祷。啊，今仔日咱要来看一个啊，一本圣经册，圣经的尼希米记。是安怎？咱今仔要来看尼希米记的，咱为今仔日开始要一个新的一系列的这个信息。所以咱要来讲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这本册呢，内底一直咧讲着一项代志，这项代志就是。上帝呼召伊，要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这个伊这个围墙。所以呢，伊尼希米呢，伊听到伊的故乡的人来的时阵，啊，甲伊讲这个消息，伊听了心内真正艰苦，所以伊就每一天祈祷。圣经讲，伊是日暝拢咧祈祷。当伊日暝拢咧祈祷的时阵，上帝就将一个真大的负担放伫伊的心内，和伊就开始为这个耶路撒冷来祈祷。伊就祈求上帝讲：主啊，我会当做虾米？就那参像咱即马看到世界的情形，上帝和咱的心愈来愈感动，讲：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哎呀，这个人哇，因这病安尼传染这侪人。死哈侪人，所以咱的心就愈来愈沉重。但是咱若愈来愈祈祷的时阵，咱要求上帝来帮助咱。所以今仔日咱要来开始讲这本册《尼希米记》。为《尼希米记》来讲，是安怎咱要讲这个人，这本册呢？因为呢，这个人伊和上帝呼召，特别是定心来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以及这个围墙。但是呢，不只是要重新来建立这个围墙，是内底的人，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内底的人呢，这些人应该可能去被掠去别的国家，啊，了后伊回来的时阵呢，啊，大家真善食，啊，是伫受外国的影响，所以因的文化、因的思想已经无参像上帝的话语所教示的。所以伫这本册内底呢，唔那是要重新来建立耶路撒冷这个城的这个围墙，而且伊嘛要来重新来建立人的生命。这表示讲，这个人的生命内底有问题。所以当尼希米一等于到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就开始来帮助因恢复因对上帝的敬拜，恢复。因对上帝话语的看重，就那参像咱伫华语堂最近
啊，咱开始一个28天的圣经，哪读圣经，哪祈祷，诶，这个啊计划，所以真侪人伊都有参加。当因参加了，因每一天都在读圣经的时阵哦，你知影因甲我讲啥物咧？因讲牧师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重新来认捌耶稣，感谢你，互阮每一天三个人同齐来祈祷。互阮同齐来祈祷，同齐来读圣经，结果咧，因每一个人真享受读圣经的迄种滋味，因就愈读，感觉愈来愈有味，愈祈祷，感觉愈来愈有力。所以咧，这个时阵，所以咱会当用这个时间，当咱真侪人拢伫厝内底的时阵，我要鼓励咱，搁较侪来读圣经，搁较侪来祈祷，搁较侪来敬拜，特别今年。真奇妙的就是顶礼拜这个，咱庆祝这个逾越节哈啊，那啊个顶礼拜咱庆祝这个复活节。你知影耶稣基督哈，伊是伫迄个逾越节的时阵受死，为咱受死的十字架上。啊，这个逾越节是啥物呢？这个逾越节就是咧讲到上帝安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你知影因伫埃及做奴隶，做430年了后，因做奴隶，啊做奴隶了后，因就每一工拢咧做真侪苦工。啊，因咧做这苦工的时阵，因就哀求上帝，求上帝来救因。但是这个埃及的王唔互因走。埃及的王要把他们留在埃及，让他们继续来做苦工。然后上帝呼召摩西来将他们带离开这个埃及，但是埃及的王一直不爱让他们走，所以上帝用10个灾祸来临到埃及。直到第10个的时候，那晚就是逾越节那晚，他们埃及所有的头生的囝，头生的这个马啦、羊啦、头生的什么，拢总去暗，上帝予因拢总完全死去。所以埃及的王去暗不得已，就讲好啦好啦，予恁拢离开啦。因就伫迄天离开，迄天就是叫做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跳过去。因为当时呢，上帝吩咐因讲，恁就爱将迄羊啊的血，甲伊啊抹伫迄个门，啊，互这个门吼门条，啊，甲抹了了后，当上帝的天使经过看到迄羊啊的血的时阵呢，就要拯救因，因兜就无人会死去。所以顶礼拜咱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阵吼，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知影？耶稣的宝血是哈尼安的宝贵，耶稣的宝血是真有气力的。安怎讲呢？就咱参照咱过年的时候，咱要捧门帘，对不？啊，门帘拢红红啊！你知影，迄个门帘红红，其实是代表了耶稣伊为咱受死。耶稣就是迄个逾越节的羊羔羊，伊就是迄个代罪的羔羊，因为伊为咱承担了咱的罪恶。所以当耶稣为咱受死，伊的宝血为咱来流，耶稣的宝血是大有气力的。所以我要鼓励兄弟姊妹，最近当你在祈祷的时阵，你求耶稣的宝血来加添你的厝内的人，你求耶稣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你求耶稣的宝血保守看顾世界国家。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尼希米记的时阵呢，我要特别来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要安怎用祈祷来面对咱的未来，用祈祷来面对咱的未来。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当咱啊来读这个尼希米记的第1章第1到第4节，所以我来读，给大家来听。伊讲这个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伫这个苏珊城的宫中，迄个时阵，
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伊同几个人为犹大来，我就问因遐个，互人掠去，搁转去耶路撒冷的人，讲遐个犹大的人，甲耶路撒冷即卖的情形是安怎呢？因就对我讲，遐个互掠去搁转来的人，为啊伫犹大呢，就遭着大大的困难。而且受得真大的侮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这个围墙已经去被拆派去，城门也去用火烧去。所以尼希米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坐下来，他就开始哭，他开始哭，而且他就伤心几天，圣经说他伤心几天。所以伊就伫上帝，咱天顶的上帝，伊就来到伊的面前，伊就敬谢祈祷，伊就敬谢祈祷。当伊听到歹消息的时阵，伊就敬谢祈祷。请问咱兄弟姊妹，当咱听到真多真多歹消息，过去这两个月，我相信对真多人拢是真无简单的时阵。但是当咱听到这些歹消息的时阵，咱安怎来面对呢？尼希米这个人，伊是用祈祷、用敬谢来面对。尼希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其实，伊是去以色列人，因被掠去这个巴比伦，去被掠去巴比伦的时阵，因就住在里遐，而且是住就住几百年的时阵。这个尼希米呢，伊伫是外国出生的，但是呢，伊伫外国出生呢，上帝高顾伊，上帝予伊做这个波斯王的这个伫伊的边头来帮助伊。伊负责什么呢？这个人呢，尼希米伊是负责要备办这个酒，要啉的予王食，因为当时呢，王食惊有人会来甲陷害。特别是因要食的物件，因要啉的，所以尼希米呢，伫伊的边头，那人要予伊食的物件，伊就爱先试看，伊就爱先食过，吼、哦。所以呢，那无毒，就会当予王来食，会当予王来啉。所以咱看到这个尼希米，其实伊是伫王的边头啊，真算讲是伊的亲信，是王真信任的人。伊有真高的地位，因为伊会当伫王的边头来服侍伊，表示伊的地位真高。虽然伊是犹太人，但是伊伫王的宫中来服侍王。所以这个人呢，当伊听到这个为耶路撒冷的人回来的时阵，伊听到真多歹消息。虽然伊是伫外国长大的，但是伊对家己的国家真有负担，所以圣经讲，伊听到歹消息的时阵，伊就伤心几啊天。伊唔那是伤心几啊天，伊就哭，伫上帝的面前来哭，来哭，求上帝的帮助。我相信最近，我那有当时我参加咱的祈祷会的时阵，因为看到世界国家的情形。而且最近咱的国家真多，即个外国来在遮做工的人，因得着即个病症，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咧祈祷的时阵，咱就会哭，咱就会真伤心，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上帝的目睭内拢是真宝贵的。你知影你的生命是伫上帝面前是真宝贵的，所以你就爱保守家己的生命，来看顾家己，唔通随随便便。所以咱看到这个尼希米呢，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伊的心伊就开始祈祷。当你开始祈祷的时候，你就会愈来愈大的负担。你了解我的意思无？当你愈祈祷的时候，你就会愈来愈感受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你感受上帝的心的时候，上帝的心要伤心，你嘛会伤心。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宝贵的，但是当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咱来看三点：伊
安怎来面对所遇到的这个坏消息呢？头一项代志，就是伊马上向上帝来祈祷。伊马上向上帝来祈祷，因为我拄则有讲过啊，伊听到这个话的时阵，伊就坐落，伊就开始哭。当然，伊那是在做工，伊袂当伫办公室来哭。当然，伊那是伫王的边头来服侍王，伊袂当伫王的边头来哭，因为王一定会感觉这真奇怪，王可能也会感觉生气。但是伊伫倒位哭呢？当然嘛是伊下班了啊。当伊祈祷的时阵，伊家己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咧祈祷的时阵，伊就开始哭。而且圣经讲伊伤心几啊天，偌久呢？我甲你讲，这个代志放伫伊的心内四个月的时阵，四个月，伊就每一天来为这个代志来祈祷。当伊祈祷的时阵，伊就愈来愈真侪的负担，伊就向上帝祈祷。伊讲：上帝啊，耶和华，你是天顶的上帝，你是真伟大、真让人敬畏的上帝，而且你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你要守约，你要赐你的恩惠的上帝。所以咱看到尼希米开始祈祷的时阵，伊向什么人祈祷？伊向天顶的阿爸爸祈祷。而且伊唔是干那伫天顶的阿爸爸咧，伊是一个伟大、令人敬畏的上帝。而且圣经讲，伊是爱人的上帝，伊是受约、施主爱的上帝。表示讲，伊来到主的面前，伊先来称颂咱的主。咱顶礼拜庆祝国华节。咱讲咱的主是啥物呢？咱的主是无所不能的，对无？咱的主是国外的上帝，咱的主伊是会当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上帝。咱的主是赦免咱的上帝，咱的主伊是将咱过去的罪完全赦免，而且无再纪念咱过去的罪的上帝。所以，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先爱想看卖，我的上帝是安怎款的上帝呢？如果你若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已经知影，上帝的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当你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知影，伊的时间永远袂差错，因为伊是帮助咱的上帝。所以，当你经历过上帝的时阵，你就知影这个上帝是可靠的上帝。所以，尼希米一开始来称颂咱天顶的阿爸爸，一称颂伊讲，你是天顶的阿爸爸，因为圣经伫诗篇115:16讲，天是耶和华的天，天是耶和华的天。伫这个以赛亚书66:1讲，天是我的。伊啊，天是我的，你要坐伊啊。所以咱看到，咱的上帝是一个真伟大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一个令人会当敬畏的上帝，咱的上帝伊是一个至高的上帝。所以咱看到，当咱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阵，咱会当开始来称颂伊，咱会当开始来敬拜伊。因为伊是一个施主爱的上帝，表示讲伊是爱咱的啦，表示讲伊疼咱，疼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伊愿意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所以当咱过顶礼拜庆祝国华节，其实你知影无？咱唔是干那伫即个国华节时才要来称颂伊，是一个国华的上帝。咱是每一天拢会当来称颂伊，因为咱的上帝是活活的真神。所以这哪亲像耶稣教伊的门徒的时阵，伊甲因讲，因为伊的门徒甲伊问讲：耶稣啊，老师啊，教阮要安怎来祈祷？教阮安怎来祈祷？哪亲像你祈祷同款？耶稣就教因讲：阮伫天顶的阿爸爸，愿人拢尊你的名为圣。开始来称颂咱的主，所以你每一天你爬起来的时阵，你会当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是
一个伟大的上帝。主啊，我感谢你，你今仔日给我有一个新的活命。主啊，我感谢你，今仔日要看顾我，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主爱的上帝。所以你每一天起来、爬起来的时阵，你开始祈祷的时阵，你就会当开始来倾向伊。当咱咧看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病毒的情形，咱就会当来讲主啊，我求你帮助我，因为你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会当胜过死亡，你会当胜过罪恶，你就会当胜过这个病毒。阿门。所以呢，我要鼓励咱大家，咱来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祷。你遇到什么代志，你看到新闻，你会当马上来祈祷。你唔免讲，等下我有闲再来祈祷啦。这个时阵，当你看到这个新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你就开始祈祷。而且你希米呢，伊唔是干那祈祷尔，伊是继续祈祷。伊继续不断继续祈祷，是安怎？我知影伊是四个月，伊祈祷了四个月咧。因为圣经记载，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佮来佮服侍王的时阵，王愿意予伊转去耶路撒冷去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的这个围墙的时阵，拢总是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咧，这个尼希米咧。伊继续祈祷，因为圣经讲，伊甲上帝讲，愿你目睭拍开，愿你的耳孔听到我的祈祷，我的祈祷是入眉伫你的面前的祈祷，是我为正以色列人来祈祷。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伊唔是干那祈祷一拜，伊是入眉的祈祷，伊是祈祷了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当我咧看尼希米这个人的时阵，伊是一个祈祷的人，因为伫尼希米这本册内底，伊拢总讲着十一遍伊祈祷。有当时啊，伊祈祷是一句话，伊讲天顶的阿爸爸啊，请你帮助我，这嘛是一个祈祷。当我知影兄弟姊妹有当时啊，你的脚会酸，你骨头会疼，还是你？有真多问题，有这个什么病，什么病？但是你也是，我跟你讲，你拄到这项代志的时阵，你会当甲主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主耶稣求你医治我，主耶稣求你，让我的脚会行，袂疼，袂酸，这都是一个祈祷。而且呢，这个祈祷呢，上帝要听你。你希米，伊唔那是。祈祷而已，伊马上转向上帝，伊认命祈祷，而且伊阁禁食祈祷。禁食祈祷是虾米呢？禁食祈祷就是我愿意牺牲我肉体的需要，我要专心来追求上帝，我要靠主来更加多来祈祷。可能是为家己的代志，可能是为咱家庭的代志，可能是为咱公司的代志，可能是为咱未来的代志来祈祷。当你用人的方法无够，你禁食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追求上帝。所以你希米伊就是安尼来祈祷。最近咱新加坡有一挂为着要。为咱新加坡来祈祷，每一天中昼12点，就开始真侪人来为这个病情来祈祷。其实，这是每一个人咱爱做的，咱搁侪来祈祷。这个时阵唔免看真侪电视机，但是这个时阵会当搁较侪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如果你来当，我要鼓励你搁较侪来祈祷。所以祈祷甲咱。看到代志成就，所以尼希米伊马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祈祷。而且第二项，伊安怎用祈祷来面对伊的未来呢？伊是向上帝来认罪悔改。伊安怎悔改呢？在这个尼希米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就讲到，伊甲上帝讲：“上帝，我承认。”阮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甲我的爸、阮的家庭拢有犯罪。我们向你所行，阮向你所行的是一个真邪恶的代志，因为阮无遵守你教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阮的诫命、甲你的法律。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伊这个时阵，当伊听到这个歹消息的时阵，伊来到上帝的面前，伊承认，阮以色列人、阮的国家、阮的家庭、阮的个人，拢有犯罪。安怎讲呢？因为以色列人其实，因为上帝吩咐因，都爱遵照上帝的意思来行。可是呢，因无遵照上帝的意思行。当上帝甲因讲，恁若照我的意思行的时阵，恁就会蒙上帝的福。但是如果呢，你若无照上帝的吩咐来做的时阵，上帝就会好一挂灾祸临到恁。所以尼希米伊知影，伊是安怎这个时阵会伫这个外国外邦人的中央呢？因为伊的祖先，因为伊的国家无遵照上帝的意思来行，所以因为这项代志，伊就伫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你有感觉讲，咱信仰所有人奇怪咧，真侪代志，咱会感觉，咱会讲啊，爱认罪，爱来悔改，是安怎安尼呢？因为咱知影，如果咱若无认罪、无悔改，咱就会互罪来控制咱。但是如果咱若来认罪、来悔改，上帝就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来洗清咱所有的罪。所以咱每一天会当加做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同款。所以认罪悔改是真重要的，因为咱真简单就会犯罪。咱的嘴这个时阵会讲恶露的话，但是可能几分钟后，咱的嘴会讲歹话，咱的嘴会讲批评别人的话，咱的嘴会骂人，咱的心嘛会犯罪，咱的心会开始思想一挂无应该想的代志。所以你知影无？咱的目睭嘛会看无好的物件，特别是即马真侪即个网络有色情，你知影即马真侪人是即个受即个色情网站的捆绑，因为因的目睭去看无应该看的，当看的时阵，愈看就会上瘾，愈看就会愈想要看，所以这就是罪的捆绑。迄是安怎？咱基督徒真需要来认罪悔改，特别那才就最近政府规定，咱讲咱来出门马上就一定爱戴口罩，咱出门一定爱戴口罩。但是有的人都不爱遵守，佮有政府甲咱讲，咱若去买物件要食的，去买食物，啊买了后呢，你就爱先赶紧回去厝来，唔通伫迄个咖啡店来食，所以。咖啡店所有的椅子、桌子，有的都收起来了。但是呢，有桌子、有椅子定死在这个土地，所以不能拔开。有的人去买东西，买就直接在那里吃。政府就要派人去苛刻他。有的人还会跟别人来辩论，说他就是买，他就是要在那里吃。所以当咱看到这些代志的时阵，咱来向上帝来悔改，因为咱人无愿意照政府的规定来做。如果政府有规定，你知影无？上帝嘛有伊的标准。当上帝吩咐伊的百姓讲，恁都爱遵照我的意思来行，恁都唔通去甲外邦人来交叉，好来信靠外邦人的遐偶像。结果呢，以色列人无听上帝的话，因无听上帝的话，上帝就让敌人来攻占因的土地。所以咱看到认罪悔改的意思是啥物？认罪悔改就是要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按照上帝的意思来行，这就是认罪悔改。所以认罪悔改就是那回转同款。等我回转，我知影我行唔对路了。我知影我行唔对路，所以呢，我唔是继续行，继续行是个唔对的路。
我就爱回转。当你回转的时阵，你就袂继续行伫错误的路。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伊为着伊的国家来祈祷，伊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当伊认罪悔改的时阵，上帝就要听伊的祈祷。所以伊为伊的国家来祈祷，这其实是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上帝予咱的权柄。因为你知影，伫这个旧约内底吼，每一年哦，这个大祭司都会为人的罪来赎罪，因都会抬一只羊啊，用迄个血摕入去到这个圣殿内底，摕去到上帝的面前。啊！因都会为人的罪来赎罪，所以当咱今嘛呢信耶稣了后，上帝给咱做伊国度的祭司。你知影你是一个祭司无？祭司的意思是安怎？祭司的意思是讲，咱会当将世界的问题带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人来代求，为人来祈祷。当咱祈祷的时阵，上帝就要听咱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来当继续为咱的国家、为咱的社会、为其他的国家来祈祷，我相信上帝要应允咱的祈求。因为如果那无悔改认罪，你知影无？罪就会变作咱生命，就会有破空，就是有机会和魔鬼来做工。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若无处理咱的罪的问题，是安怎耶稣来，伊要为咱受死一时是继续呢？伊唔那是要拯救咱的生命，伊是要洗清咱的罪，伊是要让咱真做一个圣洁的人。所以认罪悔改是真重要的，表示讲，若要认罪悔改，咱心都爱谦卑，咱的心都爱真温柔，愿意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教示。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知影无？上帝就要洗清咱的罪，所以圣经甲咱讲，咱都唔通让魔鬼留地步。什么是留地步呢？让魔鬼留地步，就是让魔鬼有机会，让魔鬼有机会来攻击咱，让魔鬼有机会伫咱的生命来做工。因为当人犯罪的时阵，人的生命都那像就有一个破空咁款。如果咱的厝，咱的门是有破空的，你知影无？可能都有人会，那要作乱，都可能会将会来攻击咱，会入来咱的厝内。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破空的所在，迄都有和敌人有机会来攻击咱。所以上帝要问咱，咱愿意来祈祷无？咱愿意来认罪悔改无？因为当咱认罪悔改的时阵，上帝就要赦免咱的罪。因为伊讲，当咱认罪悔改的时阵，伊唔那是要赦免咱的罪，伊是要予咱每一个人有一个从头开始的机会。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伊马上转向上帝，伊向上帝来祈祷。第二项就是伊伫上帝的面前为伊的国家、为伊个家庭、为伊个家族、为伊家己来认罪悔改，所以伊会当回转来个上帝的面前。第三点，就是伊对上帝的应允是有信心的。安怎讲呢？当伊为伊个家族、为伊个国家来祈祷了后，伊甲上帝讲：“上帝，你应该有讲过一句话。上帝，你讲过什么话呢？”伊讲：“求你纪念你的仆人摩西所讲的话。”讲什么话呢？讲到如果咱若犯罪，上帝就要将咱分散伫万民当中，就是要将因掠去外国。但是如果阮若归向上帝，遵照上帝的诫命来行，咱才会从上帝赶散伫世界各国的人，上帝讲：“我要将恁为遐带出来，搁甲恁带倒来恁的国家。”所以尼希米就甲上帝讲：“上帝，你爱会记得你所讲的，
你知影上帝话是袂啊，以一定的教义应允来甲咱帮助的，因为上帝话每一句拢是真实的。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是你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话来做的上帝。所以如果你若遵照上帝的意思来行，上帝一定会祝福你。所以尼希米他对上帝的应允有信心。我要问你，你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吗？你对上帝的应允有信心吗？你对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对他有信心吗？他是天顶的阿爸爸，他是至高让人敬畏的上帝，他是一个施主爱的上帝，他是一个疼世人的上帝。所以尼希米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他的祈求就是上帝要借着他将他的百姓要再带回到他的国家，因为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守约，你知影咱即卖的人拢会甲人约定，啊，咱若甲人约定的时阵，有阵时啊会拍即个契约，可能是要租厝的时阵爱拍契约，因为呢，惊你有一天你若临时讲要解约，买个大咯，哇，安尼你的镭都摕袂转来咯。所以每一个人在写迄个契约，就是要保证讲我要守这个约。如果我若无守这个约咧，我就无法度将我的租金摕转来，我付的定金摕转来。所以咱看到，如果人甲人会守这个契约，上帝咧，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拢袂落空，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实的。所以咱就爱来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讲，咱人会失信都是失约，但是呢，上帝仍然是会当信靠的，他是守约的上帝，因为他未当违背伊家己所讲的话。有阵时啊，咱讲了后，咱阁收顿来。咱讲了后啊，有讲，但是做未到，这就是失信，这是失去咱的迄个信用。但是呢，上帝未失信，人的失信，上帝未失信。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因为伊所讲的话，伊未当违背家己的意思。所以尼希米伊相信上帝的信实。而且当伊回转的时阵，因知影一项代志，就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你悔改的时阵，你就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你若无悔改，有罪恶，罪恶安怎呢？上帝就会审判咱的罪恶。这个圣经内底讲到真清楚，如果你遵守，祝福就会临到你；如果你若无遵守，上帝的这个咒诅就会临到你。所以咱看到尼希米，伊为伊的国家来祈祷，来悔改。伊知影，如果伊若悔改，上帝就会照伊的应允来成就，因就会开始领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伊甲上帝讲：“上帝啊，阮即马即个犹太人，阮以色列人即马伫外国，有一天你会阁带阮返来到阮的国家，互阮会当伫遐来徛起。”当伊最后伊讲到遮的时阵，伊甲主讲：“伊讲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百姓，就是你用你的大气力。”甲大灵的手所救赎的，伊讲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主啊，求你都予我今仔日所祈祷的，你为我来成就。这个意思是啥物呢？当你祈祷了后，你就交托给上帝，
就参照你有一个担担，你将你的担担完全交托给耶稣，啊，你交了，都唔通阁提回来了。所以，伊将伊的祈祷，伊所有的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伊所讲的，伊讲主啊，我这个时阵拢完全交托给你。这个交托，就是讲主啊，求你来成就，主啊，求你照你的意思，你来成就我所祈求的，求你听我的祈祷。所以咱全完全的交托给主。今仔咱看到尼希米向上帝呼召伊，呼召伊要回去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的这个围墙。伊伫上帝的面前已经祈祷了，伊就完全交托了。其实上帝今仔日嘛咧呼召咱。呼召咱，当咱看到社会问题，当咱看到国家的需要，当咱看到兄弟姊妹的需要，还是家庭的问题，这个时阵，上帝是不是原来同款有将一挂负担扛在你的心内，让你真关心社会的代志，让你真关心国家的代志，让你真关心某咪人的代志，而且伊为因祈祷。当你愈祈祷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心内负担愈来愈多，因为当你祈祷，你就对迄个人、对迄个代志、对迄个国家有负担。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会就会当更加多来祈祷。当你更加多祈祷的时候，上帝会将伊的心意就会甲你讲明，让你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尼希米是一个祈祷的人，伊用祈祷来面对伊的未来。伊用祈祷来陪伴伊未来的路，伊用祈祷来仰望上帝，所以伊会当后来，伊会当回去耶路撒冷，伊会当建造耶路撒冷的城，这个围墙。所以上帝嘛要呼召咱每一个人，你知影无？上帝嘛要听你的祈祷，所以当你祈祷的时阵，你先来称颂咱的主，你先来阿乐咱的主。说我的阿爸爸啊，我在天顶的阿爸爸，我世上的人都要尊荣你的名。当你称颂上帝的名了，你继续来祈祷，你为着咱这个国家，为着家己来认罪悔改，上帝要赦免咱的罪。因为如果咱若无处理咱的罪，罪就会变作咱生命内底的一个破空，就让魔鬼有机会来做工。所以第三，咱祈祷了，咱就要对上帝的应允有信心，对上帝的应允有信心，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而且伊唔那是信实，伊是施主爱的上帝，伊是赦免咱的罪的上帝，所以你会当完全将你的需要交托给主。所以这个时阵，我要带咱来祈祷。这个时阵，我要带咱来为国家来祈祷，为咱新加坡来祈祷，好不好？我要请你这个时阵阿头，咱要来做一个祈祷。亲爱阿爸爸，我感谢你，因为你拯救阮的生命，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你嘛互阮有祈祷的权柄。所以这个时阵，当阮众人。做你的儿女，也是上帝你所拣选的祭司。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祷，我们要求上帝你来看顾新加坡。主啊，我们要求你帮助新加坡，让我们的政府有智慧，会要知道怎样来处理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们的国家可以很快很紧，这个病情就可以停止。主啊，我要求你特别来医治所有伫即马伫老君厝的每一个病人。主啊，让因会当赶紧来好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主，我求你健壮因的身体，我求你帮助伊。主啊，让因心内有平安。我知影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求主你来施恩，你来保守。看过所有伫老君厝的病人，让因会当赶紧好起来。主啊，你嘛安慰因厝内的人的心，特别是伫过去啊，即几工啊，即
有过身的人，主啊，阮求你来安慰因厝内的人。主啊，阮的国家真需要你。主啊，我嘛要求上帝，你来怜悯其他的国家。主啊，互阮会当起来为上帝的国来祈祷。主啊，阮祈祷是伫这个病情的情形下，更加多人会当来认捌耶稣，更加多人会当来转向耶稣，更加多人会当接受耶稣做因个人的救主。因为阮知影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主啊，我要求你来保守，甲阮众人同在，守住，互阮众人拢有平安。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愿上帝祝福恁，咱后礼拜见面，上帝祝福。想你。